AD 哥他爸要倒了！别逼我把墨镜戴上。 哥们，你 Q 都空了，你还？巧，没扭掉，玩你个嘚儿！没扭掉，还行。走位，走位，走，走。 打一 Q 走位，<笑>告诉我还走不走位？<笑>那就进你们家，那是要这样打就进你们家野区开。对啊，这样走完就进你们家野区。他们 AD 半血、布隆半血、盲僧半血全残，随便打。 给他换了吗？这波不能吃了。哎，这下 Q 没打中吗？哎，老子车还没了，完了。搞笑。 有屏障的，没了。 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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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快了他妈了！
他妈打字上瘾了，我都没注意自己还在被他打。完了，阿三。救哥们，快 ！AD 哥他妈要倒了。好像我以为自己会死，但竟然没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OK， 点子。雷本主这首歌人均出击是好是坏没法预料，所以我才会即兴表演。别逼我把护送带上，你坑了，总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。等100贵宾以上再抽号吧。对啊，等差不多100贵宾左右就开始抽号。我讨厌偷这个字，我会说解救或者获取。交给我了。
been slain.没分组，这个狗穿过去了。对，这个狗真有点没分组。 只能说我的操作在你之上。干嘛，兄弟都在那挂着呢？不是，你知道人家要点就在那站着不动是吧？还预知预卜，这什么？还有占卜的这种才能吗？未卜先知。没点订阅的兄弟们可以点一下。